世界上有一个人在等待着你。三立都会台8月12日起，每周六晚上10点，扑通扑通，我爱你。真折腾。谢谢，今天是安安大明星特别加场，我们今天是扑通扑通加场秀，因为扑通扑通我爱你在今天已经席卷了所有那个网络上的平台。我们今天那个刚刚办了一场那个首映，然后现在来到那个安安大明星，今天有3个人，拍手。是绿色在安还是红色？哎，其实都没有关系，对，是红色，是剪红绫，就是红色，对。好无聊，好厉害，神仙活又没了。好，好，来来，我们先那个，先让大家期待很久。我们先那个一一跟大家打招呼，那就从简宏林这边往陈毅那边，好吧？来说 ，Hello， 各位安安大明星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简宏林。然后你拿麦，然后用我的，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蛮特别。你为什么拿麦要对着我？哈哈哈哈哈。不会不会，就是习惯大家都会这样子，不然他们两个亲密聊，他们两个一直用一支，好。好，那我跟简哥用。你干嘛排挤我们？不要这样子，那好，那个魏曼来跟大家那个 say hello。Hello， 大家。绿色绿色。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曼，今天是我第一次上安安大明星，很开心。Hello， 安安来了，安安来了，安安来了。大家好，我是安安的朋友，另外一个安安陈毅，我又来了，这第二次了嘛。对，第二次。但是我们其实这个月一直在见面。对，我就跟他我们的记者会也是年会也会，我们会一直见面到杀青。然后你有在我们第一集出现吗？8月6号就要播出的。我真的觉得啊，你真的实在是，就是安安一定是安安的好朋友。然后安安其实有参与在，就是安安认真演的第一次那个。第一次演戏。也不是啦，就很认真的去那天拍戏拍很长啊啊！那天因为我跟他一直、有一起工作。记者会。我在做第一个甜点秀，是个大场面这样子。为什么你们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啊，因为那天你不在啊，但是那天他在，但是那天他在的时候，我们去做记者会，但是那天我们两个一整天都在那边，就是在对望。对，讲到对望这件事情，就是魏曼小姐今天在这部戏当中，我们觉得今天在首映会上有看到一个画面。就魏曼以后在演戏的时候，其实会一直看陈毅的胸部。没错，我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会觉得痒痒的了，我是你痒痒吗？我的意思。那我你先不用回答，先我先问简宏林，如果一演戏过程当中一直有个女艺人漂亮的女生，然后都会一直盯着你的胸部看的话，你会希望她看哪里？胸部就不就这块了吗？还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范围啦。我是说，看哪里你比较会觉得自在的，比方说点的上面，或是点的位置。心脏好了，因为扑通扑通我爱你是在讲心脏的，看心脏也比较真心的感觉。其实我们现在有点像在脸。是。请问一下，你最喜欢被女艺人看哪里？心脏。心脏。那你本人心脏的位置大概在？是这样。不都在这吗？哦，对，那陈毅的心脏大概在。啊，对，那魏曼，你一直看那里的时候，你会，你不要，你不要，你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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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你哦，我没事，没有，好，没事，好，慢慢那个就讲一下，讲一下，因为今天那个首映会上那一幕戏其实蛮感动的啦，就会触动人家一点点那个特别的心，因为他一生可能最爱的人的心脏跑到一个陌生人的身上，加上他失忆了，所以他对心脏有一种莫名的连结。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拍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设定。冯凯导演说，在看你讲话的时候，就是会难免会觉得比较有古人的感觉。啊，是的，对对对，刚刚他特别有这样子讲。我刚刚在跟你对话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吗？我有一点点，他就说您其实在这个扑通扑通我爱你的这部戏里面，就是也营造出一个。我到最后会回到我的唐朝去。我想应该。对，那慢慢第一次跟陈毅合作，对不对？讲一下那个男生，也介绍一下你这次戏的角色。好。其实我跟陈毅在这一次合作之前，我们很难得有一个那个节目的时候，大家一直要把所有有麦牌不一样的麦，就是放到同一个艺人的嘴边。那请你稍等一下。三合一，这是第一次跟陈毅合作，有点心酸的感觉。这据说他好像怕我很慢熟，然后对，然后或是我怕他就是会就是很嗨，因为我慢熟，就没有想到我们是一拍即合，就是之前就有先
吃过饭了。对，这故事可以再讲一次。对，真的。对，那顿饭红伶也在。对，非常奇妙。就是那时候啊，传一哥他刚从刚从那里拍完戏，然后找大家聚餐，因为之前生日没有碰到一起嘛，大家吃饭。那天来的就是有我、魏曼跟红伶，还有一个服装师，并且也是我们这部戏的服装师。对，就这么巧。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还不知道有这部戏。所以我们在定妆的时候看到就那传音嘞，我们都是他后宫佳丽，对，他是我们的贵人呐、啊，贵人，嗯，所以拿一支回来好了，好，所以有部这部戏我们要感谢王传音先生，是这样吗？传音一直来了对我们的加持，对对对，好了，不过大家现在对这部戏啊充满了那个各种想象，那这也是陈怡第一次来这个三立演的。我们的台式三立的周日的偶像剧、是是是是是，简宏林有在礼拜天出现过吗？哎、欸，没有哎、欸，是不是？你也是第一次周日的、啊？对，我之前两部都周五的，嗯，对吧？对，慢慢有，慢慢有，慢慢慢慢第一次来就是在礼拜天，对对嘛，慢慢是周日专业户，周日专业户，而且他还有另外专业户，我们等一下再说。好，陈毅先介绍一下那个啦，《扑通扑通我爱你》里面你演的那个角色，简宏林不用访问他了，他有一支麦就可以了，对，通用的，对，通用通用。我把它归类为几个特点，是您说，龙的霸气，凤的细腻，他开始在说玉的智慧，古人高超的手艺，对，嗯，来人啊，帮我请冯凯导演来一下。导演难得不再让我讲讲古语吗？好，你说，对，其实他就是一个外表比较，应该说用现代化来讲的话，是闷骚，对，比较闷骚的一个人，比较不轻易的表现出他的情绪，了解，可是他会用他独特的方式去关心他所 care 的人。然后甜点对他来说不只是，我听到英文了，他有想 care 这个字。甜点对他来说 deserve 不对他来说不只是一个事业，他更是他一个心灵的慰藉。嗯，因为他会之所以会喜欢上甜点，也是因为他家庭的关系，因为他的爸爸。对。然后可是中间发生过程，爸爸因为一些事情而离开他了，他就渐渐的把这样的喜爱变成一个复仇的工具。然后直到碰上了，嘉恩小姐，然后开始有了新的化学变化，然后慢慢的她的心受到了震荡，然后变得比较温和，或许有一点不一样。大概是这样的。真的，听你用一些比较典雅的方式来叙述一些剧情。因为我从法国留回来的，我懂。留什么？留学回来的。他就是一个甜点魔法师，对对对。然后还要讲一堆法文，对。然后我们那天还及时 call out 给刘品源小姐。因为他在法国念过书嘛，是就问他说：“哎、欸，怎么讲？怎么讲？有几句怎么讲？怎么讲？”他就亲自当我们的法文指导。就最后开拍后，他说：“他就还讲贝拉比塔，贵妇百货东西的。好，我们这部戏已经就是，贵人是王传一先生，造就了一场那个莫名其妙的相遇。然后演出的过程当中，刘品言小姐也加入了，当我们的法语的那个老师，随时都有人就是不时的给你们很多的提点。那其实有件事情，这个人都不用人家教，他从演戏开始就一直这样子，他一直在演一个失忆的女人。我们一直认为魏曼很容易在偶像剧当中失去记忆，害我本人都特别容易记忆力很差。所以你其实你今年魏曼生日，大家就送她银杏。可以。好，这是一个，就下个月就下个月而已。对，魏曼已经成为一个失忆女人专业户了。对，所以换言之，其实你的每一部戏都很艰难。对，你其实是形同一人分饰两角。对，那这一次你的一人分饰两角的部分，您可以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其实这次失忆设定也不太一样，他基本上个性还是没有变，他只是就是，某部分的东西他想不起来，只有一部分，那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是影响到很多，那现在这次就是因为毕竟是失忆，不是失智嘛。我觉得蛮容易在安大明星里面就听到一些有的没的，大家是最喜欢的部分。对，但是我觉得这次的挑战是。当我想起来以后，就是我觉得失忆虽然每一部戏都有相同的这个梗，但是每一部戏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人失忆过，但是他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这次我觉得最难挑战的是我在期待他记忆恢复之后，他要怎么面对他最要好的朋友把他的身份抢走了，那是他活了26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线索。然后还有就是能不能原谅这件事情，还有她的男朋友的心脏的事情，那最后的爱情，我要选择的是，到底我爱的是心脏，还是爱的是那个人？
戏好看就是好看，真的真的对。那你在讲话的时候，其实麦应该要对着你的嘴。戏好看就是好看在这里。对对对，但是这一次魏曼的失忆是发生自一件陶卡可以拱掉的代志。嗯哼，所以那个陶卡拱掉是一个大场面的戏。哦，我们第一次拍到真正让我怕到爆炸。真的，以前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我掉到水里面，我们在大爆溪里面拍，就是。被洪流冲走，那一次我真的觉得我在生死边缘。这一次我觉得是车祸，我觉得在生死边缘，因为在拍飞车的时候，那个是专业的职业车手，对，他是可以在路上遇到有人跟他飙车，他可以180度直接倒转到那台车前面，这样倒着跟他开的那种。哇，他的技术是到这样子，所以我们那天在他的车里面，他就真的这样子，然后我们在里面就这样。哇，好开心，好开心，好欢乐，好不开心，不开心，他现在很担心，这超可怕的。所以你旁边那时候做谁啊？乃荣啊，乃荣，我们都不用演，我们就叫就好了。乃荣就要一直演镇定，对，因为乃荣要很镇定。对，他说演得很累，对他演得很累，因为他想叫叫不敢，不敢叫。所以你真的在车里面就是一直这样子害来害去，害来。对啊，那个最后更可怕的是还被翻过来，就等于头在。地板上，然后脑充血，对，哦，真的啊，那个倒掉过来大概倒掉了多久啊？嗯，导演很慈悲啊，十分钟差不多，十分钟也很痛苦啊，嗯、对，那个感觉上，对对对，所以他要求你们当下真的爆哭，他要求你们真人在车里，对，每一场我们都没有请替身，连我们火灾也没有请替身。有，对。那时候现场说，怎么没有看到有两个或许跟我们长得有点相像的人？对啊，一直在找，怎么都没来，没替身好、哦。对，没有替身，真的不会啦，就是真实是这件那个全新作品里面很强调的某一种拍戏的方式。希望你之后可以多一些火灾啊。你现在就是帅帅出来跳。对啊，跳个舞而已。没有关系啦，我觉得你们就开了这个头了，就继续一直。那你跟我们跳舞有什么感觉吗？哦，跳舞，哇，好会 Q 哦。欢迎小明星。跳舞，我跟他讲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是整场从头跳到尾一颗镜头嘛，所以我们一定会接。那 Long 的那一颗拍的其实蛮顺利的，但是到紧的只有半身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松懈了，可能是觉得带不到，那下面就不管了。所以我们私底下，不是下半身的脚其实是不是、啊、是脚在一起的，手脚分离，脚在一起的是说你跟别人的脚是嘎奏会那种意思。对对对，我天哪，就是其实我们下面在同手同脚，然后上面那边很帅，然后很美那样子。哦，对，你现场可以演一次啊。这样可以啊，对啊，可以啊。就你们，不就你们三个吗？对，那找一个慢慢。你们先演，我吃。他有点饿，对对，他终于吃到今天第一口饭，而且现在吃一点点，所以要点音乐，那麻烦你唱一下是吗？啊，哎，我们到底要吃饭还是唱歌？没关系，你跳吗？这个是可以哎，是可以。你说在这个位置吗？还是你要在这里？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就随便，我们就是啊，出去一下，不好意思啊，我啊啊。我们要重现那个安哥要吃那个啊！我们聊他们演他们的，他们跳他们的，对，我们现在哦耶！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们那天拍的上半身的时候，我们上半身姿势都对，我们都在戏里面，可是下半身是这种状态。然后上半身都还是要维持一个帅度。那下半身你看，拍一下脚，拍脚，脚就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概念嘛。哎，不好意思，对，还要再拍一次，对，好，对对对。1 2 3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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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飞离，所以已经绕过去拍陈毅他们的，然后我就看镜头一走了，就赶快把那个裙子拨开，因为那庞麦麦的裙子非常的蓬，对，非常的大，非常容易踩到。对，那我们交换舞伴，我也踩了他十几下，为什么跑不出来？然后我要把，我觉得我们冲回来。哎，我们就是呈现一个这样的状态，对对对，就是想要走出来就走出来，然后想要吃东西就吃东西，真的蛮好吃。对啊，对啊。现在拍这个戏对甜点也特别挑。我两个月没有吃这个波波。好，那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暂时休息一下。哎，怎么了？你哎，他喝我的。啊，我们怎么办？到这就是传说中的亲姐姐，水乳交融。天哪，我啊，天哪，怎么好意思？没关系啊。对啊，就请你喝饮料，然后明明就有一杯你的，然后你还喝了，他把他的放在那个。对，我想说这样比较好看，然后结果喝到你的。没事没事没事，就继续。开心就好。哦，有有有有。吃一个啊。就是像，就是我们一直流行吃，大家哦，好好好，你说。什么画面？为什么
是为了我们，是为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啊，那你跟陈毅也吃一下好了。我们来玩一个那个一起吃，然后输的吃一颗。左一拳啊，右一拳，但记得等一下七点有那个。哦，对，七点等一下有那个巡安大主厨。对对对对对，很好笑，这一集很好笑，这个超好笑。嗯，这件事情就玩过了。对，哎，你们两个没有要吃吗？我不要，不要。我是说他跟你，你没有跟他搭，没有你他这个他们吃东西没有你的事。来啊，啊，慢一点，要给人家拍张照。你们要两个一起吃这样。啊，就一直往前捅。对，然后剩下一颗的位置。好，一颗就你们两个一起吃好。我们、不要这样子，不方便。先放。送给观众。好，送给观众。哦，饮料拿起来喝一下嘛，喝一下，喝一下。因为我也有饮料吗？没有，没关系啊，没关系，我没有感冒，没有感冒。有人吃醋了，嗯，就是有人比较想喝刚那一口，要、啊、不然要接去喝吗？哦，好喝，很好喝，很好喝。草莓果茶好，哎、欸，我们难得就是你们来的时候，然后可以摆这么多，哎，第一次吗？对，我上来很寒酸嘛。你不要这样子，那个三点你是叫我们要放泡面，还是要放什么东西？他有一次那次来，他就硬给我敲一个三点，然后我就问说，哎，陈毅你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来？他说，哦，我家住比较远，凌晨哦。下午哦，这不下午茶时间吗？对啊，然后就是三点到四点，我说哎四点，然后可以四点。是上一次在中间，对，在那边，然后大家都很认真在工作，因为吃完饭很认真，然后我们就来雷焦伟，对，我们就在那边一直讲话，这样会不会打扰到他们？不会不会不会。然后今天就是因为人比较多，所以我们来到这边，但我们要为新戏就是做一些那个特别的那个考验。嗯，听说你们那个默契还不错，嗯，对不对？嗯，那你们还记得你们有一个特别的手势吗？嗯。啊，是这个手势可以先解释一下这个手势的部分吗？對對對，有谁来为我们大家啊？对对对，啊，是为什么要这样子？两个心分开就是分離，啊，你可以用麦克风说话。分开就是分离，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一颗心。哦，这样。然后也加上它的跳动，然后符合我们的剧情。扑通，嗯，扑通，我爱你。啊，你对那边，你对那边，对，你再做一次啦。扑通。你现在是用心跳的音量在讲话。对对，现在心跳有点微弱。他刚刚一个动作做了两件事，嗯，就有两个问题。就听说你在这一次撩妹的这些小细节里面，就个人表达得非常的愉快，然后演起来也格外的舒服，嗯，也带给大家很多幸福之外的，就是你对撩妹这件事在未来。扑通扑通我爱你里面你还有什么特别的想要，其实也没有说撩，其实行销店不会去撩妹，嗯嗯，对，原来都是魏曼，不是也不是自己被撩，不是也不是，就是我在撩妹。我懂了，没有没有，就是我们都是很不经意的，对，因为冯凯导演这一次来帮我们做整个表演指导嘛，嗯，他把所有的一些故事的情节都变得非常生活化，嗯，就非常的自然而去达成这样的动作，是，嗯，所以撩还是会撩，只是不会撩的那么刻意，真的，大家继续看下去。我懂，我懂，嗯。那其实撩妹这件事情对简宏英来说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啦。是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真的，啊，我说就是难免嘛，戏剧里面就是未来那个你们三个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关系？是啊。今天在那个首映会上，把你们叫做什么？哎，嗯，情爱纠葛组，对对对，有点乱伦呢。哎，欸，是哎，欸，对啊，我们同父异母，对对对，我们是兄弟啊，对，兄弟戏强而已。嗯，哦，简单说一下，简单说一下，未来在纠葛的部分，您可能会在纠还是葛的这件事情上比较多。蛤蜊吗？对，我其实我只能说，比如说我第一次拿到这个戏的大纲之后，嗯，我是看了三遍才看懂他在写什么。你是在你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评价。对，因为这个戏其实有点错综复杂了，包括换心，未满你可以喝，你看看，包括。同父异母，因为陈毅不知道我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但我他知道，我知道，但我不知道。哦，嗯，我就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的这观察他，等等。然后又加上有真假公主的身份的互换，嗯，所以很多我到现在其实不知道后面剧情会怎么发展的，所以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在找卫生纸。哎，嗯，欸，这里，这里，这里。
不好意思，姐姐，我今天什么？不好意思，我就当你们的 BGM， 我在做，没有没有没有做动作啊，就是有镜头可以分割没关系，就有人在讲的时候，另外一集就拍另外两个在干嘛，就是我们一直呈现一种没有办法专注，但是又充很丰富的画面这样子啊，你继续讲，你跟你哥怎么？他是哥，对，你是弟，对，对啊，但其实我们私底下。真实的年龄是同年了，但陈毅比我小6个月。6个月对，十月啊。对啊，快到了，生日快到了，刚过刚过。对，下个月刚好是未满生日。对，可以一起过生日啊！对，蛮多组，蛮多那个演员都在这部戏会过到，除了蒋梦麟。哦，对啊，我已经过了，所以我们拍到明年4月了。啊，千万不要，不要。不好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切不进那个更多有趣的那个。一些特别的主题，因为我们希望你们礼拜天好好看戏，对，不能透露太多，是三天，对，但是我们其实今天在那个首映的现场，还是有一些特别要去跟大家再多一点那个聊的地方。我觉得这次那个我们在大场面戏这件事情上，真的花了很多的功夫。其实，在跟你们来安大明星之前，有一个安安大明星番外篇，我刚刚有跟冯凯导演做了一段简单的访问，真的吗？所以冯凯导演，冯凯两字要肃然起肃然起敬啊！对，冯凯导演其实刚好都不小心跟我说一下大家的一些他的想法，我不敢听。他说你大概透露一下，他就说其实就是这些人来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一种那我就说这是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说有点嘻哈嘛，然后不好意思，你们的导演用一种叫做。就有点北蓝啊，他是用这个 ，OK， 可以接受，可以接受。但是他说那不是不好，他说对，他说那是一种态度，他就说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状态，他说那没有不好，他是就在慢慢在雕你们戏这样。然后听说你被骂哭了，是不是？对啊，你说，其实导演也没有骂我，对，只是我也很认真嘛，然后导演也很认真嘛，然后大家都很认真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自尊心比较强一点。对，其实也是慢慢的压力累积。对，你刚刚有讲到，他就说有两个慢慢的，他说有两个慢慢都哭了这样子，还有一个季璇也哭了，而且导演只是跟他看他一眼他就哭了。对，其实导演是非常细腻的一个，他非常细腻。虽然这次也是第一次跟他合作，但是可以发现他。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不是说他有天眼。我觉得，我说他的心的细腻。我喜欢你的那个诠释，因为我正想这样子问你這個問。我知道你刚眼睛瞳孔看了我一眼，我们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就算你走到他背后面，他都可以用背来感觉你的感觉。我那天去工作的时候啊，那个现场导演就是冯凯，然后我只在那边就是在那一场而已嘛，然后就有感受到他的强威严。霸气，对，我有听到他在刁陈毅，你有没有想要听？我们每天都在听。他说你蛮会背书的嘛？对，蛮会背什么？蛮会背书的嘛，记忆力挺好的嘛，蛮好的嘛，对不对？那你就背啊，继续背。他也不骂你，就说你继续背，就是说我讲那段话没有感情。然后你就背啊，哦，好厉害，好会背，真的，一秒可以背几行。我想你一定是一个创伤症候群你真的把他每一句话都记得很清楚。没有没有，有时候我前阵子跟他聊天嘛，说我睡觉的时候为什么有一次闭眼睛听到5、4、3、2，小易，小易，对。冯凯导演那天就是我们去拍那场戏，他就是那个归国甜点那个魔法师，然后就要站上那个讲台，然后就介绍说他这次回来要做什么。啊，导演好温和，小易。很他越温和，我越害怕。对，然后我就听到他叫小易的时候，我就想说，导演你不欢呢？就是那个现场就急速下那个温度急速下降，然后大家都突然变大声。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很会背书嘛，功课不错哦。然后他就开始这样念，然后我就看到陈毅在那边就是，明白，是导演。对，然后我觉得可以被他调教，在这一次你们拍戏的出席，应该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对，其实我一直这样觉得，因为很多导演到最后，他是因为 care 他才会去要求你。对。然后他也想要帮助你，或许是他有时候因为大家环境热啊、挤啊、压力，会让他的口气比较急躁一点。可是对我来说。我不会把它放在心上，我反而是会觉得说我要吸收到一个质量。对，其实我会比较自责，就是我没有 catch 到，我会觉得很不安。真的吗？对，因为没有导演很厉害，他是每一个人的角色状态，他全部都在脑里，他要记每一个角色的表演方式。然后导演要记这么多人，可是我们可能连自己的都还抓不住的时候，导演就会很紧张。
对，那我跟你这部很新、嗯哦，真的真的有有有有。其实你知道我们去那个现场，就是工作之外就喜欢问一点八卦，嗯。然后我就问说，导演，那你这次调教谁的时候有格外觉得心情比较愉快？嗯，还是会有谁让你特别的有感？ 嗯，他第一个回答是谁，你知道吗？谁？他说魏妈。啊？他要哭了，喜悦的眼泪。他就说，哇、哦，我刚才我就我哎、欸，这是我真的问的。我那天就是跟小易在那边那一天、嗯，然后他就说。他说：“嗯，哎呀，我想哭了。啊”真的吗？哎、欸，卫生纸在哪里？不要拿卫生纸。这真的是喜极而泣耶。对，我是认真说，我没有说谎哦、喔。对对对，大家可以打电话给冯凯。都一直跟他说他很棒，很棒，很棒。啊，对对对，他就说，嗯、他说我相信，因为漫战拍到最后一集，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变化。嗯，然后他就说，他在这次那个过程里面，对魏曼下的。就在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嗯、你们应该很有感啊、嗯、对，然后他对你就是做了很多的调整这样子、嗯嗯嗯、啊，你真的是开心吗？哦，真的没有，因为有一集他是一个在安娜明星哭的人。我们今天发生很多的第一次，就是第一次有人打翻水然后泼到自己的裤子，叫诚意已经干了啦。可是我们现场那个空调看起来没有，因为那个前几天就是有一场戏，就是因为我觉得跟遇到冯凯导演后，我觉得我自己不会演戏。对对对，虽然我很幸运可以演很多档，可是我就觉得就是不一样嘛。然后这是冯凯导演，他就要求每一句话都要重新出发。然后那一次就是我一直不懂是什么意思。然后那次就是我自己压力很大，也哭了。对，我刚刚讲是真的，我没有，然后没有想到，因为你那天就是在那个地方。因为我相信很多导演，嗯，我对你越严格，代表他越在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我又越想要更表现好自己。你知道我们处女座？对对，我知道，我知道。然后就是你应该又，你现在心情，但是我是很感恩导演的，我很爱他。有有有，他这是真的啦，我是真的问他，我说你教起谁来就有点成就，那你觉得谁真的有很大的变化这样子？他第一个，他就毫不假思索，嗯、然后就魏曼两字脱口而出、嗯，然后就跟我讲了一堆的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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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讲这样子。因为那天也在工作，然后就说哦，其实我那天都有偷偷帮你们问了这些有的没的。那陈毅想要知道冯凯说你什么？卫生纸准备一下。我就讲到这件事，我就觉得我好害怕。还要擦汗。对对对对对，你知道我就像握有一些什么高级的那个秘密的文件，然后可以逼起这个男主角说：“哎，现在把什么东西拿给我？”这样子。好好好。你想听哪个部分？都可以的，您开心的。导演对你的折扇相当的有意见。折扇吗？我的好扇子今天有带来吗？没有没有没有，导演说过，千万不能让现场让他看到。扇子，那电风扇可以、啊？可以可以。他说你是现代人，要用电风扇，不要拿手折扇。对对对，他就说，因为他是觉得说我可能前阵子在内地拍太多戏了，然后很多古装，他有很多古装 的东西有带到现在的表演里面。我觉得你被他调教过来了，因为你现在做古装，对，古装有点台湾隔音，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回到一个某个现在的状态。对对 对，因为其实刚开始在抓这个角色的时候会有点。难拿捏，一不小心就凶，就变成机车了。嗯，对，所以一直要拿捏他那个弹性的时候，其实刚开始也是蛮困扰。嗯，对，那这一点导演的提醒很多。然后当然在有一些挣扎的过程，有可能我这个人讲话就比较文言文一点，也不是文言文，就是频率也比较慢。没有，他是说这个陈毅这海小毅呀、啊。说你怎么听一个年轻人说起话来之乎者也的一直用的，他是这样说啦。那倒带我等一下可以回放给你看。对对对，那刚刚才问的，真的啦，我不会骗你啦。对，因为我常会不小心把习惯用词会变成。没事没事，但他就说你有那个你还是有你这个美男子的某些状态是，他说颜值这件事情就毋庸置疑，这孩子绝对是帅的，是不是？是大家讲。所以我会尽力让自己赶快回现代的。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是无所谓啦，反正看到你们出来，我们就开心，大概是这种概念跟感觉。假如你在听到别人被那个导演那个算是做某一些调整的时候，您个人对于导演的话，那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见解呢？我也被调啊，我也被我有一场就是跳舞那场戏。哎，我正想，对对对，那你先自己说好了。我跟陈毅被导演叫到旁边去立正，去聊聊天。好，对。聊的部分内容你要不要自己说？他说我们对啊，我觉得主要还是魏曼讲的，就是他看不出我们在干嘛，因为可能是我们那时候已经
因为我们只练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很赶就要拍，所以我们那时候光是记舞步就已经有点慌张了，对，还没有办法去在前面彩排几次，还没有办法去真的去体验到角色的个性里面。对对对。可是导演那个意思就是大概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用管舞步，他 care 的不是你多会跳舞，对，他要的是你那个眼神，你们两兄弟之间的摩擦，那些火花，对，那些戏出来。对。可是当下因为求好心切，因为我们毕竟是富家公子，所以交际舞是可能我们从小跳到大了，所以还是会想要把它跳好，但一心二用的情况下就会两边都做不好，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下半身乱动，就是这样。有，不会不会。好，你们既然自己讲的都很符合导演说的事实，那我们也没有什么要再进一步做其他的爆料的部分，因为他的确有说，就把你们两个叫去旁边立正站。哦，他有讲。啊，不然你当作我今天是来这里乱说话的吗？我刚刚才去跟导演聊天过来的，我现在是带着满满导演告诉我的小秘密，因为观众想听就这个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就是服务大家，就戏出来的时候绝对是男的帅女的美，对，来不为人知的那个过程当中，他还跟我说谁被吼啦，谁骂了他又哭啦，这个曼也哭了，那个曼也哭了，然后他刚不自己不是爆料点吴继权那看到一个眼神都哭了吗？对，对啊，那所以这次里面。他在参与过程当中，前面那个我们那个总导演的那个哇，整个气势出来。那天在现场拍戏，我就刚刚在访问他的时候，我永远记得他连那个遮幕啊，露出一点点的那个光，对，他就会喊停，然后就说遮好。对，我就说非常非常细腻，你真的看得到我们看不到。对对对，所以我就说这部戏。一定就是有很多很好看的内容，值得大家去那个好好的那个。Quality 一定不用担心，我相信大家如果现在在网络上一定有看到我们的片花了。是，我那时候在我们片花几分钟？七分钟。片花吗？我们今天现场，我们今天现场看的好像十分钟，十四分钟。我真的不夸张，我从头鸡皮疙瘩起到尾。是因为冷气太强吗？没事没事，不好意思，我们希望就是稍微缓解一下大家现在有点那个。觉得很感，你们感动啊！就是很久没有看到华剧有这么大规模的场面跟画面也好，精致度也好，而且整个节奏啊，配他们的配乐，我们这一次请毕书尽帮我们唱片尾曲，对，也是非常好听。然后片头曲也是这一项，又是现在大家非常瞩目的一个新人。对，我觉得整个制作、整个包装，包括我们所看片花，整个剪接的那个现场的气氛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哇，不管我觉得这导演骂再多，我们再辛苦，值了，再多值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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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家应该要好好的那个可以那个观赏一下啦。我们今天不是要就是做某种吹捧，其实就是以你们亲身参与，然后感受到就是拍戏上面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太一样的那种。体会或是收获，我相信冯凯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不可怕角色，他非常温柔。我的可怕是说他的东西一定会让他能量很强，对不对？对不对？就带给人家无比的那种震撼的感觉。你像身为处女座的人，喜欢感受到那种感受到震荡，真的。那个凯哥什么星座？巨蟹，巨蟹，是他很顾家的一个人，我发现他好爱他老婆，真的。那你们要爆导演什么料吗？他前一秒才在这老婆，老婆会来现场啊，当音乐节，但小孩也会来。我们拍火场，他小孩说要来看，对，他说要来看，然后小孩一直坐在后面顶他，把顶冯凯的背，他说不要顶我，不要顶我，不要顶我。对，就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一次我看到一幕，就是他小孩在那边一直抓他爸爸的手这样子，然后冯凯就这样子，然后他小孩就笑了，然后我想说要是我就吓死了，然后他小孩很喜欢的感觉，哦，我懂，他懂，就逗爸爸开心，对，而且我觉得邢少天也有很多导演的影子，对，说来听听。就是嘴巴不关心你，嘴巴很酸，可能会比较刻薄的方式去提醒你，但是其实在关心你，他非常在乎你。所以邢少天是处女座的，他在乎别巨蟹吧，导演是巨蟹座，对，当然巨蟹。但是我他像说完那些戏，哦，导演也是这个感觉，我就觉得处女跟巨蟹是好朋友，好像他越在意的人，他会越用心的去。雕塑你，在这次你们都被那个用心的对待，感觉就是真的很幸福。对，然后那个在那个第一集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忘一定要提到甜点这件事情。这次在甜点这件事情上，然后刚刚吃了你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是什么？其实你要评价一下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其实不错不错不错，其实都蛮好吃的。身为一个甜点魔法师，对对对，应该这个可以讲一下这个柠檬啊，因为我们在戏里面，我先吃一口看看。一碗柠檬，但他吃的这个也是柠檬派，
差别？太咸，太酸。对，你在里面就是演一个这种相当……没有啦，没有，因为他对甜品的要求，可能他的味觉跟一般人比较不太一样。他讲究的是色香味，像这个我为什么说太酸？因为我现在讲话还会分泌口水，那这样就影响到我下一口吃别的甜点的味觉，或是其他的味蕾的那些感觉，因为只分泌出口水就是太酸。就比较像是这样的方式去对美食的要求。了解，了解，了解。然后里面有很多那种大场面的戏，我觉得看场面这件事情，对，看戏就有。因为他不只是做甜点，他的 title 是甜点魔术师，魔术师，所以他是会变出你想不到的甜点。天哪，所以导演那时候我们在拍那一场，你后来我们还又拍了七八个小时有，就是全部在拍那个食品的特写啊，整个过程啊，那個、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画面在播的时候，觉得哇，这完全就是拍广告。就是我拍广告拍这个食品，感觉这个蓝莓好好吃，就要把每一个细节每个 detail 用慢格，然后这样子慢慢的把它拍出来。所以很期待那一场戏。真的拍戏拍到这么多天了啦，其实我们都很喜欢问一个问题，不管是从任何的角度，就是你还记得你的第一场戏吗？就是你进来这一出扑通扑通我爱你的第一场戏，你做了什么啊？你第一场是拍哪一场？飞牛牧场。是拍在牧场，就是我对飞牛牧场那天在干嘛？失忆以后在牧场工作，对，那天挤了生平第一次挤了牛的奶头。为什么叫蹲？对，你可以蹲踞的位置可以稍微就是有点理智嘛，就是因为他的头真的很长。对，你还跟我分享说，我要那么用力捏才有没错。我要捏给你看，他奶头真的像大拇指这么长。你给他捏。然后他要用我们这个指腹这样子，哇，这样子挤。他没有叫。挤，他很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我就跟那个挤奶师傅说，我这样挤他不会很痛吗？因为身为女性，我觉得这种力道很痛。他就说，快一点。他说你一定要等你。他说你一定要这么用力，你要。因为这是专业部分，就是你要这么用力，它才舒服。他说小牛吸的更大力，小牛是用牙齿咬。所以他说你用力挤，因为那天为了要拍摄，我挤，我挤半天换了三只六个头，我都挤不出来。他会不会本来其实是这么短？我觉得你要等我，他就被魏曼拉到。没有，这是健康教育。跟专业，你刚刚力道很强不瞒你说，其实真的很痛，很痛。那时候有跟我们讲，我们大开眼界，真的大开眼界啊！所以魏曼在挤完牛奶之后，其实他也可以去当一些什么推拿，或是那个这个不，有他这样执意显示。所以那个是你第一场戏，第一天拍的吧？天哪，第一次就跟牛做了这么亲密的事情，对，还帮大家制造了那个牛奶，对啊，这是你的第一场戏，差不多是吧？然后后来跟他的第一场就是我们在牧场相遇，就那个今天那个，没有是花絮里面那个，就我看到他以后，他一直看我心脏的那个，对，这奇怪这个人是谁？为什么来我牧场？但是我就莫名其妙一直被他吸引，然后我就听到心跳的声音，然后我就觉得奇怪，他根本就盯着我胸部看，对，就他就尴尬，对，那一场是我们的第一场，对，第一场就这样这么。有感就是有情绪，对对对对对。我们跟他第一场是在户外的婚宴，我们刚第一场就互催了吗？对，就是陈毅一直催我，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因为我在片花里面有这一段。就是，但我还是这个饭店的总经理嘛，所以我就是对他礼貌客气的笑了一下。我看得到。我是作为一个服务业应该有的态度，就是做，但心里头那时候就是也有一些。导演叫我的潜台词是。没办法说，没关系。但他真的是要我心里在想这个。有时候他这样一讲，我们心里面一讲那句话，就了解了。我怎么又就见？但我觉得他们两个戏好看的地方是，两个人对于男人的霸气跟较劲的表演是不一样的。他是直接的，侵略性傲娇，他是侵略性的，他是带绅士温文儒雅的那个方式，就是不一样。他的表情也有做出来那个，谢谢。不客气，他是以柔克刚。对，我懂，我懂，我懂，就是从一个女生的那个，你想说什么？没关系，我想听你说，你不要有潜台词。我们在这里没有冯凯，没有潜台词，就是导演，导演，吓到。对对对，我们在概念上来说，就是
一定要把真实的情绪在阿根大明星里面，就是让大家完整的感释放出来，对，释放，释放，释放。过了，过了，过了。对对对，该哭的也哭了。没有啦，他真的开心啦，我真的是，我不会骗人嘛。当然。对对，下次你看到冯凯的时候，你就直接不用下车，就明天了，还是不敢。真的吗？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吗？想问题？没有没有，不用想问题啊，就是问题通通都在那个。大家的心里面，但是今天我们的制作人就一定想要考一下你们的默契的，好啊。他的考默契的方式其实也是蛮幼稚的，来，就是我们，其实这是那天考左左右右的问题，你知道？没有，我们现在就考左左右右，对啊，现在来考我们，对对对，那我们如果连他们都输，那不是不是不是，那这个没有输赢的问题嘛？那你知道小孩子是双胞胎嘛？那他现在想说你们是。你们的 CP 值很高，就是已经呈现出某一种那个默契非常厉害的状态。是，那既然你加入了情爱的纠葛，我们就没有在这个地方要输人家的意思。好，就是有种这女人是我的那种概念。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一起来问一下大家对这种二选一的喜好，有没有办法同一时间回答出来，到底谁才是跟谁是真的一对？这个问题你们这么幼稚的玩，就是、你会讲。一二，然后我们选。哦，不会讲一二，我们回答一二就太没有意思了。我们一定要讲出本来的东西。就比如说苹果、葡萄，那么哎，你完全理解我的意思。对，比方说牛奶跟牛奶头，对对是这样子。我们一定要讲答案。对，答案是那个意思。对对对，就是更喜欢什么。杨红，你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完全明白。对，那你要在这个地方搬回一层，告诉。邢少天，你刚指的人说乔佳恩是我的女人，是这样的概念。好，哎，你的你在戏里面叫段若凡，哇，好诗意，名字都取这么诗意，金庸小说，对啊，然后叫人家在现代。邢少天，我爸的名字更像武侠小说。哦，你说他叫段长风，对，邢少天，段长风，对。对哎，不过乔家恩听起来也蛮像是一个侠女的，就像是一个失忆的人一样。我不能明白，但哎呦，大家笑得很开心的。哎，制作人，你有安排其他的画面要播出的吗？没有，我们要玩默契考验可以。我们有一个预告嘛，所以你现在是嫌我们太长的意思吗？哦，好，不好意思，那我们可以玩一下默契考验吗？因为这是他出给左左右右考的。好，好。左九又如果正在看节目的话，他们应该会觉得这些题目我们都答过。这些哥哥怎么怪怪？好了，我们要开始了。我会先说喜欢鸡腿还是排骨，三二一，然后你们就回答。哦，好 ，OK。我们三个人一起是。啊，当然当然，好 close。然后那个回答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谁到底跟谁答对的这样子。就从那会都是我们两个一组。对，有可能。对对对。默默在后面牵手。对对对，你们就不要。我们今天如果真的要牵手，不要默默，我们就直接在他的面前。好啊。名正言顺的把他牵起来，然后跟他说你闪边去。好。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好，曼玲准备好了吗？好，天哪，让人好期待哦！第一题就是这么一个，怎么啦？没有。啊，你问完之后你会一二三吗？会啊。好，可以吗？可以。还喝一下水吗？哎，安安大明星有杯子，你好。好棒！哎呦，好酷哦！周边商品。没有没有，我们就是赚翻了，赚翻了。哪边可以买到啊？哎，没有，这是我们自己做十个而已。他自己花钱的，所以是很多人喝过一次。哎，没有，今天第一个，哎，没有没有，这是手喝手喝，哎，今天第一次露出。对啊，拜托，我们要给一个这么强大的杯子吗？可以量。没有没有，他没有，他把他上个月的薪水都拿去做，他等下下个月发薪水，他才能够去做别的。然后他很担心做杯子的厂商那颜色调不出来。对对对，所以我们要珍惜，慢慢来，对，慢慢来，对啊，就是慢慢来才有这个杯子，因为今天慢慢来，我也慢来了，好无聊。那这是要干嘛？哎，这是你们的首饰啊，看不出来我们精心设计的，它上面有扑通扑通我爱你。一个闭起来，一个开始打开。对对对，阿蒋红你拿一个嘛，好。你要闭起来打开。我闭起来好了。不用拿，阿兰一个借我拿一下。你们两个，我就跟你说吧，他们两个是一对，对吗？他们连选那个牌子都从高中就在一起。真的，你们两个高中就在一起了。我们俩认识十几年了。法说你们两个都很多女朋友，其实他们两个在一起。我懂，我懂啊，真的哎。什么？啊，开始吧。没有，没有，已经讲完了。我们现在对你们两个一直在这个嬉笑的这件事情比较有兴趣。开始玩吗？眉来眼去。对对对，怎么啦？怎么啦？先笑了。不行，要解释。我跟你讲，这种欢乐的过程当中，就是网络上大家反应最多的时候。那请问你们两个现在到底在笑什么东西？我私底下待会再跟你聊。不要了，先说啦。我们现在没有私底下这种问题。我们印象不是啦。哎，他们讲不是，还讲同一个 tempo。不是的。我先甩左，再甩右。对对对。
怎么了？啊，开始默契大考，快点快点，默考快点。好，饿了。我先离开好不好？好。喜欢香肠还是虾卷？三二一，香肠。哎，你看，魏曼玲过来。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别的影射，我们就单纯是为了点餐而已。对啊，这个要消音也没办法消，哎，没办法，好嗨，对对对，这是 live， 还可以吗？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我们先把麦克风拿给你。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子，对对对对。好，喜欢豆干还是豆腐？三二一，豆干。魏曼，魏曼下班了，魏曼，魏曼你可以走了。对对对，好，我们刚的默契朋友，大家去吃虾卷。好，我们自己去，我们自己去。对对对，真的是。香肠豆干。好，喜欢糖果还是汽水？三二一，汽水。没有，哎呦，哎呦，天哪，天哪，你不是不吃甜的吗？对啊，我想说你会选糖果啊。我刚才想说你不吃甜的，所以我选汽水。啊，哎，然后再次。魏曼下班了。魏曼下班了，魏曼下班了，真的。哎，这题是问左左右，但问他们两个，我还蛮想问的。你们喜欢巧虎还是维尼熊？三二一，维尼熊。哦。你看他们跟你答一样，然后还是自己先击掌。对对对，我真的觉得还棒棒。小三，小三。好，喜欢粉红色还是红色？三二一，红色。红色。我们两个选粉红色就过分了。对，过分。对，这么两选红色是但对对，但他为了成全我们，他可能本来没那么爱粉红色。对对。我觉得你很爱自己，就是有很多的解释。然后这是一个欲盖弥彰的做法。好，下题，下题，下题。好，下题。喜欢裙子还是裤子？三二一，裤子。裙子。怎么了？我一直讲你。他们两个喜欢裙子。不是，我们当然选裙子啊。啊，对，因为他们不喜欢裙子里面有裤子，所以他们选裙子。啊？你们不喜欢裙子？我们哦，他们自己不可能穿裙子嘛。不是，我们刚刚立场不对，我们是希望对方穿裙子。欸，他们两个很喜欢帮自己就是解释。魏曼下班了。我觉得魏对魏曼今天就来就是哭哭那场戏演完之后就可以下哭。对对对对对对。便当啊。OK。对对对。喜欢唱歌还是跳舞？三二一。跳舞。来啦，亲一个啦，来，没关系。让你们亲一个啦。你喜欢跳舞？你为什么喜欢跳舞？给他给八拍。我啊，对对，可能是因为我猜想这有一个原因，对，这一定是因为我跟陈毅都是偶像团，对，唱跳出来的，我们不是从小就喜欢跳。他说你不是偶像团体的，嗯吗？你不是，我是偶像，我没有团体。对，所以我们跳很多舞都是因为工作而跳，了解了解。但唱歌是为了喜欢而唱，对对，跳舞就不一样。对，懂懂懂，什么 AK 啊那些 style 嘛，他们俩唱歌都好。啊，真的，哎，有机会听到他们唱歌吗？没有，上次我们放了简宏琳以前的 MV。对，十年前的 MV， 对，而且他发型也不是这个样子啊，那时候的发型，长发，长发，长发，那个发型还不错，有够台，对啦，不要这样子，啊，还要再玩吗？好，来来来，喜欢布丁还是豆花？三二一，布丁。中中一样的，在这一集的时候，你们大家豆花蔡黄儒应该感到开心啊，对他们喜欢吃豆花，刚好就刚好遇到他，对对，蔡黄儒在家里会出来啊，天哪。喜欢安安还是经纪人呢？啊，我懂了。他们是问左左右右，对，那你自己讲，左左右右你自己想干嘛？喜欢什么？就是没有啊，他们那天是问他喜欢我还是喜欢他们的经纪人，哦，那你们也可以啊。那他们答案是什么？安安啊，这么小就会讲，拜托。那你们我们来看大人的状态怎么样？那喜欢安安哥还是经纪人？三二一，安安哥。陈毅爱的是他自己，因为他也是安安。为什么？我认识你十几年，我不知道你叫安安。对，因为你看我表弟不是有跟我拍戏吗？是是，他你可以，你可以拿那个麦克风说话吗？所以我以为他是麦克风。我今天一直觉得你呈现很干的状态。拍久了晒黑了，晒昏了。没有，我们家族我们这一辈的有排那种字母顺序。比如说我大最大的叫平平，嗯，然后我是安安，好好顺顺就他，好然后星星，哦，平安好顺心，哦，我排到第二个，所以就叫安安，算乳名的，对对对对对，哦，小名，真的，平安好顺心，对，我是建安，对对对，嗯，所以我们才呢就是一个这样的安安来到安安大明星，对对对，安安来到安安大明星，安安访问安安安大明星这样子，就跟他现在就是呈现一个这样的状态，都非常的开心。然后后来发现说，哦哟，你是 Andy， 对对对，哦对对，就是一直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就跟你跟曼曼一样啊，对，我跟唐曼曼啊，
然后他们英文名字也叫 Mandy。Mandy。哦。我是魏曼曼，他是陶曼。真的，这时候你孤独了。有啊，他有史建宏啊，简宏林啊，红红啊，红红啊，啊天哪！然后刚好他没有来，改天我们再早上来的时候，你再一起再好。好，我们要继续玩下一题吗？继续。我觉得你随机出，对你随机随机出吗？对，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来成人版的。No 先不要了，过吧，这样过六点了，可以。没事没事。那喜欢比基尼还是晚礼服？来，三二一，比基尼。嗯，口味这么淡啊？要说理由，来说你说，是因为比基尼，如果是自己的女朋友穿比基尼，会被别人看到啊，哦，不开心。那晚礼服里面还可以塞一件比基尼回家自己看的。我倒是没想到这个，比较优雅。那你为什么选比基尼？因为我不喜欢穿晚礼服，说很累啊。对，晚礼服好卡，很太紧，太紧，对，太紧。你知道她还是一个伟大的女孩，不是伟大，有她有时候里面有蓬裙什么的，就是女生穿、她是一个有大志气的女孩，应该这样。女生穿晚礼服或婚纱都很辛苦，对，那不能呼吸嘛，不能不虚，真的真的。可是我觉得考猪肉悠悠的问题比较可爱啊，陈真本来对你们来说就太辛辣了，我比较觉得不要这样子。我们改天晚上安安大明星的时候再。对对对，我们那个总监有来啊，他一直在那边看，他有一天为了你们三个一定会开个深夜版。好啊，然后大家会来加班。对，大家都愿意耶，你看他们满满的开心。对对对，那喜欢海绵宝宝还是派大星？还是派大星？三二一，派大星。魏曼下班了，真的下班了。魏曼不要再撑下去了。其实你抢了女主角这个位置，他们两个有人一定不开心。对不起，简红玲。简红玲，你有什么话要跟魏曼说？诚意是我的，是这样。Let it go, let it go。没关系啦，我觉得虽然有先来后到，但是他想老半天，他认真了起来。我想说他要讲什么骂我的话，好，把他讲完说完。没关系，爱没有先后了。对对对，但为了画面好看，还是让你们什么？那我们聊胡子磨胡子吧。真的哦，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好，再玩一题啦。对啊，等一下他们要干嘛吗？还不知道是不是？今天他们要干嘛啊？没事，他们说可以玩到12点。好啊。对啊，因为我们已经毕竟一小时，然后一直呈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状态。对对对。喜欢小丸子还是小小兵？等等，小小兵是小兵兵吗？就是小小兵啊，对那个小兵，就是把他拿那个，把他带挖去那个，你知道什么吗？我知道，这是唐老鸭吧？我觉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黄色那个，对对对对，小黄人，眼睛大大的，对对对，那可以问了吗？可以可以，好，喜欢小丸子还是小小兵？三二一，小丸子，耶，哇，耶，我们终于有个一样的，没有，但是他们一样了，他还是没有理你啊，有啦，有啊，我们刚刚弄完了，就是弄完才能就是第二的啦，顺位上永远就是在人家就是借我一下，成全你们。借我一下，借我，杀青还我。我真的觉得还不错哎，这个默契感。哦，好，再问一题，那个还有啊，哎有啊，哎，考猪又考一点，他们很开心啊，说快点，快点，快点呢。期中考没有没有，也没有到期中考啦。对啊啊，好不容易三个人讲一样，我们不要再破坏这种默契。对，因为我觉得这种状态来说是最好的。而且啦，今天哎，冯凯导演今天也有讲，不算冷笑话，但是也有点冷笑话意思，说我们这部戏啊，讲的就是我们现在有诚意的一部那个。偶像剧，我说对我们有诚意耶，然后导演就说拍球。你这个笑话应该从小听到，从小就听到。不好意思，我今天每一次大家就告诉我说，做人要有诚意啊，老师在讲啊，大家说诚意，就跟我彩虹铃一样，彩虹铃。那你本人曼陀鸟鸟滴，这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小时候班里一个男生帮我取一个绰号叫曼陀鸟鸟滴。曼陀珠尿尿滴是什么意思？尿尿滴是什么？哎，尿尿滴，你还有跟他联络吗？没有。我本来想说，你如果跟他有联络的话，看，不然叫他脸书私讯你好了，看到跟他讲什么。魏曼在今天想要跟他国小吗？国小。国小的这位朋友，就是你可以私讯他吗？或到他的脸书粉丝解释一下曼陀尿尿滴什么意思？他不懂你小时候为什么帮他取了这个绰号，他失忆了。你一定在班上有。不小心尿裤子，没有，真的真的，不管了，怎样就是。娘娘第一次那个哦，瘙痒哦，瘙痒对哦哦，他一定喜欢你，
因为以前都会特别欺负喜欢女生，哎、欸，怕不怕痒？真的假的？欸欸欸欸好，应该很常欺负他。娘娘滴，娘娘滴。维满，你今天坐错位置啦！对不起。对啊，你一直在人家粉红泡泡里面，然后在那个地方当干扰。你们两个终于在就是相识相恋这么多年，然后今天在安安大明星里面有这么样开心。对，希望大家八月六号开始锁定不动不动我爱你，谢谢。哎，好了，真的认真的，就是安大明星今天已经超过原先预期的时间，都担心你们太累了啦。但是今天来就主要大家还是为我们新戏这个做一下宣传。是的。然后当然最重要就是后面还可以再来吗？可以吗？可以啊，真的，你们都是愿意对不对？监制跟我说没空，啊、他直接跟我拒绝，我就说，哎、欸，我们可以今天来之后，然后一个一个再來。而且你们来探班嘛，打不这些甜点饮料 啊？哦，真的可以去吗？对，来嘛。可是听说你们家很远，对不对？那苗栗很漂亮。苗栗，你不想来？苗栗，我们来啊。我台中啊，新竹啊。你跟那个穿很漂亮的总监说，可以播一些那个，帮我们叫一台车，对，然后让我们出去。哦，他说可以，啊，那我们有一集可以去他们那里玩。他防蚊疫记得带着就好了。对对对，真的，那边蚊子好。我因为我要带他去啊，你要先跟他讲好要带什么，因为他也会跟我们去。防蚊液啊，对对对，防晒乳啊，冷气最好也带着。冷气、毛巾啊，因为一直流汗嘛。对对对，啊、对也一直流汗。除了防蚊液之外，还有被蚊虫咬的那个红肿的药、过敏的药。好了，过敏药啊，真的可能晚上被蚊子。你不要再吓我了，要睡不着安眠药啊，是不是？不是，我们会在那里过夜啊，我们就拍拍，然后就回来了，大概是这样子。不过，因为陈毅上次刚好有来那个安安大明星，然后今天明显看到他就是有点消瘦了。对，那天我就录完，还有人在下面留言说：“哎呦。”你可以用麦克风说话吗？对。陈毅最近吃的不错。对。对，跟这部戏我瘦了6公斤。从开拍到现在，从开拍定妆那一天到前天，我去大前天我去测体重的时候，真的假的？少了6公斤。最大的关键是拍完火灾。对，我觉得拍完那几天，我们几个完全没有水肿的迹象。嗯，真的没怎么烤，完全蒸发脱水，进入烤箱15个小时的感觉。嗯、有啦有啦，哎、欸，真的导演讲说那天大概拍了15、18个小时，我一直在那边冒嘛，然后用各种方法讲讲啊，什么那个东西撒油啊，然后你们一直在那边进进出出、嗯。有啦，值得看了很多那种大场面之外，当然很多。细节的东西可以让大家好好去那个咀嚼啊，感受一下。这是一部很多可以去让大家喜欢上这部戏，找你喜欢的那个点。是，不管你想要看陈毅和简宏琳的暧昧，还是想要看陈毅跟魏曼之间的纠葛，还是希望魏曼我们俩是纠葛，对复工，还是要看简宏琳跟魏曼之间那若有似无的情敌的。那种心情，我跟你是情敌的，对，因为你们要抢陈毅啊。Okay. 我们这部戏很明显就在这个导读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私人的互动，产生了我们对这些特别的想法。对，那总是希望编剧不要正在看。对，啊、不会不会不会，我们今天就是用很多的方式，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欣赏这部我们全新的。台式3D 的中国偶像剧，好吧，非常认真，一定要三位就很认真的，好，一人一小段，然后做那个我们那个今天安安大明星直播这个最后的我们的好戏推荐，好吧，谁先来？我先啊，好，嗯，扑通扑通我爱你呢，是我觉得我拍过的华剧以来了，就是我觉得制作算是真的很浩大，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画面的美感，包括场面。那一定花很多钱，一定花很多钱。然后是我感觉到华剧最棒的一次。以前不是说不好，可是这一次真的有一些东西是我看到我有吓到的。我说华剧原来也可以这样拍。然后包括这次有很厉害的冯凯导演，所以我觉得八月六号播出之后一定会颠覆大家对华剧的印象。希望大家一定要尽情锁定。最棒的一次这句话讲得很好啊，因为你们既然都是。一种长时间在这边接触过很多作品的人，那表示说，哎、欸，这个拍戏的环境啊，制作的心情、各个方面都更比以前都是更加分的。对，由你们来说这句话是更有让别人觉得是很真实、有可信的，是是不是这样讲？是，对。那魏曼小姐，好。我觉得这部戏对我来说就四个字，拍到目前就是重新出发。这个心可能就是。就是演戏的时候，都是每一句台词都是从心里面真实说出来的。
然后心也是重新的心，就是可以跟陈意啊、跟简宏琳、陶曼曼、沈建宏，还有所有其他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这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然后跟他们可以有新的组合，然后可以看到每天都在学习他们，然后看到他们身上的优点，对，我觉得每天都很感人，每天都拍得很开心、很充实，都没有时间上厕所，因为觉得上厕所都很浪费时间。真的，我们没有时间吃饭、上厕所，都很赶。对，因为大家都非常用心，整组的化妆组啊、场务制片，所有每一个人都是每天战战兢兢的。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么有向心力的这种凝聚力的感觉。对，不要说场面了，对啊。然后还有跟陈毅合作，简宏琳未来会有更多的机会一起切磋，对，可以学到很多，对。所以我很期待，希望大家真的是真心推荐给大家看我们的不一样。嗯，真的真的，你们的情敌可以在这里化敌为友，就是我接下来是一起抢陈毅的这件事，一直歪掉。好，好，陈毅先生，邢少天先生，对，你好，这是您来到这个地方，很开心，就是我第一次能够跟三立这个大兄弟合作，那也是因为接触了之后，深深的其实觉得。很感动，因为看到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的要求，然后导演对每一场戏的要求，然后每一个演员不论多辛苦，然后都要想要去学习的那样的眼神跟那样的态度，其实会让我在拍这部戏的时候，我感觉到非常的幸福。我常跟曼曼在聊，就说我都从来没有后悔说接拍这部戏。有时候大家会很累，说啊，早早我就去接什么接什么。可是这部戏是我拍到现在为止，我真的都是非常开心。有一天我放假了，我慌了，我不知道干嘛。对，他放假都很慌。对，我说天哪，我放假你们在哪拍？我都觉得说我也想去拍。哦，真的。对，我喜欢在剧组大家共同在拍戏的那样的那种感觉。那我相信。大家的凝聚力是这么的足，那这样的作品出来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不敢说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至少对我们这个作品是没有对不起自己。所以希望大家8月6号支持一下，谢谢。对，我们那个扑通扑通我爱你有那个脸书粉丝专页，是对对，安大明星也有脸书粉丝专页，请大家现在去按，可以按赞一下吗？我刚按了，刚按了，是不是？然后那个陈毅呢，在这次开那个。在拍戏开始之后，PO了很多照片在他私人的 Instagram 上面，但是好像不是很多人知道。哦，对对对，我就是后来找到密码了。对对，他上次跟我说阿贝吉利亚，然后他现在对找到密码，对对对，账号是 POINTSIX。point six， 就0.6，就我最早的一个名字，网红的名字，哦、对对对对，就 point 6 0.6就可以搜寻得到，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来搜，啊，不然也可以从魏曼那边啊，他 take 他就可以、那個、take 他非常多照片，对对对，就在魏曼家可以找到陈毅的家，好啊，我有加，对对对，然后我们刚好来这里哈，其实安大明星都会写那个梦想版。但是因为快要下班了，就怎么可以那个下次再还你，对不对？哎，不用不用，等一下再买，哎，然后我们还要自拍，对不对？不好意思，我们制作人也是等。这个要干嘛？就是写梦想是什么？哦、oh, okay. ，我们是很励志的。好好好。对，但是那个我们可以等一下那个结束的时候再写，没关系。啊，但是自拍这件事呢，就有劳三位了。谁拿？哦，没有，哎，不要这样子。既然要拍至少三张，就是一个人手持至少拿两，那你要拍两张。啊，我不用。那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版就是我如果每集都要写一次，我现在要写大概70-80张，我就觉得你不要现在问我这个问题。没关系，我们到第100集的时候，对对对，再写。先啊，对对对，我们他们喜欢看那个，因为他们会截图，然后他们截图那个时候呢，好，这张是魏曼拍的。简宏琳要过来一点。哦，不好意思，他们动作好大。OK， 啊，就一张而已吗？你拍两张嘛，張一人拍两张啊，这样我们就有6张了。已经1、2、3。好，换简宏琳来。好。要主题吗？哎，都可以啊。扑通扑通的。好，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怎么弄？他们有弄啊，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然后你就一手摸一个人的心好了啦，没关系啦，人都来了，
对啊，用啦用啦，对，好，对对啊，在手摸这边啊，这个真的不好意思，没关系啦，借他放一下啦，没关系，我不是，其实我们到现在才拍了一场戏，没关系，你借他放下，就是我们这里要 special 的，你不用你放上去放，好，这是什么话？没关系，那从陈毅那边来，对对对对对，好，他两张两张，好，然后你别点别点。都侧脸都不看是不是？哦，侧脸好。看另外一边。好，我们有一张都是拍到头发的啊。好，那这是那个六张照片，我们会上传到那个图集，不管是糊的还是清楚的，就这六张了。好，那那个这个下班再写就可以了。哦，好。对对对。好。对，然后今天晚上大家还可以，待会还可以不断的看。哎，你知道我们就是自由，就我拿出去还他一下。好好好。好，再走回去上席。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OK， 快一点，对对对，好啦，记得大家一定要这个礼拜开始在台视嘛，是每周日的晚上十点钟，然后下礼拜每周六在三立多位台，三立多位台，然后一定要密切锁定那个扑通扑通我爱你的脸书粉丝专页，大家知道的，台视首映之后，三立要首播之前，一定也会有一场跟大家有可能见面的时候，对，但是在哪里，怎么办？那到时候再说，对对对，然后希望我们第一集就可以开出红盘，毕竟你们今天来的时候，陈毅就泼湿了自己的场库，遇水则发，对对对，而且简宏林也访问了自己的朋友，就是麦克风夹在一个地方，那个还没播出的时候，对对对啊，那时候还没有看到，对，然后慢慢毕竟也在这个地方也遇水则发，今天第一次他的一到三集。拍到现在，我没有看到头发是干的。对，真的。对，然后他是第一个那个来宾在这里就是爆泪的，真的留下感动了眼泪，开心，真是开心啊！其实我们有一个群组，怎么大家都会在里面po说今天的工作照，或者是说今天拍戏干苦谈。你会不会很失落？我都想问，因为不是，我觉得没有你，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好意思多过于失落。嗯。因为我当下可能是躺在床上看这些你们很辛苦的照片，沈建宏被我们揍，对，真的吗？因为我们前一天拍火灾，然后超累，然后他说哦我也超累，我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昨天睡到落枕，我冲过去揍他。啊，我就是比较低调一点，我就是不太回。哦，他每天都在吃美食。哦，不好意思回。没事没事，就是我们那个群组还叫演员互助会。很好很好很好，我们这节目今天就是注定没有办法做结尾的。就是一直不断有新的那个爆点在跟大家那个做报告。好了，大家一定要那个准时锁定那个这个礼拜的那个台视首播。是的，下礼拜在三立播第一集，然后这个台视可以看第二集。这是我们的那个首试。在三天，在三天六号台视晚上十点。十点扑通扑通，我爱你。谢谢今天来的大明星，下次见。